民匪患助劫大会现在开始。站住，鼓掌啊，老板还鼓掌。下面进行大会第一项，展示剿匪胜利果实。单忠祥虽然离慕容很远，他仍然认出了墓笼里的人头是自己的姐姐，墓笼下的条幅也证实了这一点。单子吗？你怎么了？那个人沙子进眼里了吗？没事没事。我改名叫赵红曼，只要听见赵红曼的消息，那就是姐姐。这次被皇帝授予一级光耀勋章的是本次扫荡女匪首赵红曼获得彪炳书勋的恭喜顺上尉，他弃暗投明，迷途知返，带领皇军星夜奇袭匪营，并在追击匪寇时击伤女匪首赵红曼，手刃其首级，神勇精神尤为可嘉。下面有请宪兵司令官赖川阁下为恭喜顺授勋，并给予50,000元嘉奖。长官，长官，长官，你去哪儿啊？我送你吧。不用，我要钱不多，你这喝了酒了，我怕你挺不到家。哎呀，不用。你看你那样也不像能掏得出钱坐得起车的人，你慢慢晃吧。来，你这儿。你说什么？我没钱。啊。这是什么？我真是，我真有眼无珠了。妈的，小人还我没钱。哎，你不是那谁，那谁吗？那你谁啊？哎呀，那个，就开会那个。小子，算你有眼力啊，把我认出来。
谁来着了？我这都到、啊、到嘴边了，你这谁啊？谁呀、啊？压在这儿了吧？我这没错，我就是皇帝亲自颁发一等光耀勋章的上尉。哎，是，恭喜顺。那个，听说是你把那个女的脑袋给割下来的。嗯，她还没死呢，我就把她脑袋给割下来了。那啥，长官，上车，我送你回家，不要钱，我白拉你。来，上车，来。嗯哼，好，上车。坐好了啊，来，坐好啊，坐好啊。怕你摔倒了，我想过来扶扶你。你骗我！你拿绳子干什么？你想勒死我？啊！快说！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害我？快说！你到底是谁？你叫什么？我叫单忠祥。姓单。我和姓单的没什么过节啊。有，你跟我有血海深仇。你亲手杀死的赵红曼，那是我姐。其实她也姓单。红曼是你姐啊？那是我亲姐。今天是她生日。本来我们约好了回去见我妈的。老天有眼呐！让我送你们姐儿俩上西天！不是我一个人，赵红曼的死不能算在我一个人头上，不是我一个人干的，还有一个说，杀我姐的还有谁？是个叫王金山的日本人。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有救王金山的吗？刘瑞，听我说，说这个日本人就是用王金山的名字混进队伍的，也是他狂地接下山，最后是他逼我动的手。有杀我姐的还有谁呢？你姐受伤了，你刚连追的紧，他死活不走，我们又抬不动，最后没办法。是我动个手，就这一条就够了。都留在这儿干什么？说是过两天皇帝
要亲自到这儿来接见立功受奖的人，明儿还要来人重新搭了个大棚，那人头还挂在那儿呢。说是这是一次重大的胜利，还有专门来的，他是沾上了。都在，脑袋不见了。扯呢，人都宰了，谁会提着个脑袋到处跑啊？肯定人在四周了，让咱们的人仔细找找。是。这仇啊，也够深的。脑袋连层皮儿都没给留着。不能把你带回家，我不敢把你带回家。咱妈要是知道你现在的情况，非得要她的命。埋在这大石头下面吧，可以闭眼了。我已经把害你的人的人头也割下来了，你闭眼吧。姐，我跟妈都想你呀。从天而下，
仗一神人。好，好，好！剑持手铁龙大侠，杀富济贫，铲除人间不平事。来来来，哥，二子，我找你说话。好，好，那你先搁着，先搁着啊。看这个呀，昨儿个索菲亚广场上那个助学会，你去了没？去了呀。那个管事的说，你只要去就得多积半天功。那广场上那个人头，你看见了没有？坐那么远，哪看得清？你没看出来？这事看他干啥呀？多吓人，那躲还来不及呢。我可是看得真真的，我还专门挤上前仔细的看了。都好了没？那个，好，好了，好了。哥，有车，有车，耶，来了，来了。这样说了没法对阵呢。哎，来了，来了。不是来取走龙大侠的案子，按照赖川司令官的命令，龙大侠的案子不许政治化，要留在你们刑事部。对对对，松本男士说的对。从今天起，龙大侠的案子就命名为满洲国治安甲字一号案。我已经撂下政治部那边的事，过来扎在你们刑事部指导你们破案。这件事情惊动了满洲的皇上，所以赖川司令官给了我们五天时间。孙本太君，这个案子要用五天的时间来破它的话，恐怕难度大了点吧？这是赖川司令官的命令，五天之内必须破案。你叫刘化友？正是在下。刘警官，那你来说一说这个一号的案子。宋太君，说句实话，这个案子要用五天的时间来完成的话，确实难度是很大的。但是既然是命令，我们执行。我来说一下这个案子。凶手在作案以后留下杀人者龙大侠名字的这个案子一共是三起。第一起是去年夏天，死者叫顾家宝，他是我们协和会农村班的武装督导员。这个人平时做事很谨慎，警惕性很高，每次回家的时候都要安排班里的人偶去护送他。我就看不上你这嬉皮笑脸的。哎，那房子事怎么样了？你住在这个街边子上，你也不怕人家铜壶的山药下来把你给吃了？我能怕他们？真是每天都有他们三个
拿枪护着我，我怕谁呀？你倒好，有三个带枪的护着你，我们娘们家怎么办？还能天天闷在这屋里呢，不出屋啊？我就说嘛，你那娘们头发上见识短，那冤有头债有主，即便就是她红红的下来了，她也是找我呢。你个老娘们家，她找得着你吗？你把那纸给我点，我得赶紧上趟茅楼。后来顾家宝的老婆告诉我们说，也就是不到一袋烟的功夫，他就回去了，差不多应该是在十分钟左右吧。可是当他回去以后，就发现顾家宝已经躺在了地上死了，身上留有一个字条，叫“杀人者龙大侠也”。顾家宝的个人历史，你们掌握吗？这个人好像是有点来历的，特高科的人给介绍过来的，说是因为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人的一种保护性的安置。至于他在笔架山对国家做出了什么特殊的贡献，特高科的人没有回答我们这个问题。三姓的笔架山，你们要记住，在下一步挨家挨户排查时，对籍贯三姓笔架山附近的人要格外注意。刘警官，下面说第二个。那么第二个案子的死者是仙房区税务所的，一共是两个人，一个是所长清水正夫，是日本籍的，另外一个就是半岛来的金胜浩。金胜浩大家送他一个外号叫金大棒。我懂的啊，记得我。华南，啊？铁灯，哦，一家人，一家人，我回来，我回来。事情是这样的，金胜浩到一家杂货店去收税，因为收不上税来，他就想以物抵税，想拿走这家的一个花瓶。而这家的老太太呢，死抱着这个花瓶不放，说是这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是康熙年间的东西，是不能拿走的。可是金胜浩一气之下就打了老太太一棒子，当场就把老太太打死了。而老太太的儿子是个孝子，也可能受了惊吓吧，也可能是受了过多的刺激。当然了，也有人说是要以死抗争，说法还很多。再加上第二天要把他们关到巴黎子去，这家人可能是不愿意分开，当天晚上就把烟筒堵上，一家九口人
活活的被雷岩呛。让你也尝尝棒子的滋味吧。
从现在开始，所有人员不得回家，全部住在警署。5天内破案，全体提薪一级，直接破案者连升3级。向全市发布告，悬赏10万元，抓住1号案犯。所有人家都注意了，马上出来，下楼进行大排查。所有的人都必须下楼，不得缺席。凡是不参加大排查者，一律反满抗日处理，听见了吗？组织上来。是。你们去把137、138、139还有140这几个院子的住户全都带到这个院来进行登记。是是，一个都不许落下啊。是。哎，老婆，楼上山间那老太太成天卧病在床，能不能不下来参加排查？不行，没听见我刚才说的话呀？所有人都必须下来排查。李警官，你看，楼道里的人都到齐了，单老太太呢，我也给你背下来了。她老人家有病住院，你看能不能让她先查？查完了，我好把她送回去。李警官，人都有父母吗？行吧，先从她开始。叫什么呀？谁呀？问你叫什么呀？单刘氏。多大了？52。昨天晚上你都在干嘛呀？出去了吗？长官呐，打我有病啊，我都好几年也没出屋了。我问你昨天晚上在干嘛？昨天晚上我就在家里头睡觉来着。有证明人吗？有啊，这我那邻居都能证明啊。谁是他的邻居啊？他是下半夜还没回来呢。你是哪儿的人呢？嗯，我问你是哪儿的人，也就是说你的老家在哪儿？老家呀，我老家在三姓，是笔架山人。你们要记住，在下一步挨家挨户大排查的时候，对籍贯三姓笔架山附近的人要格外注意。把这个老太太看好了，她必须等到她的证明人来了才能走。Пожалуйста。我们本来是把主角宫崎顺的行动放在他跟康德皇帝见面的时候来做的，但是没有想到龙大侠在我们之前动手了。这个龙大侠是我们组织里的人吗？不是，我打听过了，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虽然龙大侠杀了宫崎顺，但是把赵大姐骗下山的还有一个人，叫王金山。他是日本特高科派到我们抗联的奸细，已经跑了。赵大姐出事以后，这个人就渺无音讯。
所以组织上专门让我来告诉你，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出来，他的伪装性太强，如果他在我们的队伍里，早晚会是一个祸害。我知道了。另外我还听说赵曼同志有一个女儿，组织上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吗？赵大姐确实有一个女儿，出生不久就被安排放在老乡家里了，具体地址谁都不清楚，组织上交代大伙儿去找，争取把孩子安排好。也算是对大姐有个交代吧。大姐的家就在本市，家里还有一个带病的母亲和一个弟弟，但我觉得赵红曼这个名字应该也是化名吧。她本姓单。姓单？我们必须马上走了，过一会儿大姐也，我必须要在这之前把你送出去。好。哎呀，你看老太太，先放着回去，脸都变色了。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必须得等到老太太的证明人来了，她才能走。你要再这样，我就把你带回去。你也是不能够这样，你看。照着旁边那几个字写啊。你写对了吧？照着那几个字写。你你快来，快来给我作证，我在家。妈，这怎么回事啊？我妈怎么在这儿啊？李警官说，楼里的每一个人必须下楼参加排查。这动多长时间了，妈？这么上他不是要我妈命吗？老太太说了，李医生可以给她证明。我妈都三年没出屋了，做什么证啊？李大夫，你看看，救救我妈呀！赶快抬回家，我作证。走，快点！哎，谁让你们抬走的呀？证明人来了吗？还没写字呢，他。我给老太太证明。简。简。简。我姐怎么住这儿呢？我妈怎么样了？啊？快点，你赶快骑车去医院药房把药取过来。三万就能出事了。
戒严了，戒严了！听见没有？别动了，那边堵上，都听着。现在中央大街开始戒严，大家都别乱动，都站在原地。 这里有我，风采。